小心，他看起来似乎很愤怒。别动我小子，嘿嘿，老实点，哼哼，交给我，大家都轻松。那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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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去解决他！啊啊！这，嘿嘿嘿嘿！恐龙侠，强制下班！啊呀呀！嘿，别挡我下班！老实点！啊啊！啊啊！这，还交给我，大家都轻松。那个，比起刚才，市民们好像更城市机能估计早已停摆，市民们四处奔逃也找不到出路。恐惧导致的刻板行为，放任不管也不行，让无秩序的混乱扩大下去，后果只会越来越严重。等一下，市民们奔逃的方向好像大部分是一致的，或许在源头，有这个可能，聚集在某处的人群被往相同方向驱赶，带动其他金黄的路人加入其中。那么这次的线不对，也有可能是障眼法，我们因为眼前发生的事情进入了两次。你怀疑这几回都是 Vita 为了转移？与其说是怀疑，不如说是担心。以目前的线索，我们很容易被他牵着鼻子走，而那个女的啊，又来。小心，没事吧德丽莎？我没事，有点头晕。是很近，而且市民们现在也在往远离我们的方向逃。难道说这不是就在我们身后？实话说，我现在有些为难，我们身后的空间显然连接到了某个系，可是人群骚动的根源怎么看都不是这里，我们是否应该继续逆着人流调查那边的情况？不是我们亲眼所见的。是，那么这边的骚动，但如果 Vita 就是想要利用反，没错，那么他就是在利用末日气氛做幌子。不过他越是耍这种花招，又或许他的本意就是……虽然不想承认，但好像他的行为真的能干扰我的判断。寻梦者，就交给你来选一个吧，按你。灵感这个嘛。